放疗中常用的加湿器目前有两种，一个是直线，一个是回旋，当然直线加湿器我们现在用的最多的，也是最经济最便宜的，它的所有的装置，现在都非常小型化，大概一个60平米的一个房间就能够装下了。这种产生的射线的话，相对来说，就是说我们比较常规的射线，也用的最多的就是所谓的。阿尔法、贝塔、伽马线用的更多一点，回旋的话，它产生的射线就更高级了，比如说质子、重离子等等，但是它的占地面积需要的保护的环境就更严格了。